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玩手机游戏 Live Ranger， 睇下今次抽到啲咩角色啦。继续都系六周年纪念性角色，用特别券嚟抽嘅。第一只电之召唤师丹尼尔，冇用嘅角色，因为普通关卡都可以储到佢。第二隻，唉，又系航海师亨特啊，唔讲啦。火焰魔法师兔兔比较少见嘅角色，但系比佢更强嘅角色我都已经拥有。小丑熊大冇用啦，都系垃圾嚟啦。独角兽兔兔又系普通关卡都可以拎到。最尾一隻，哇，丹龙雷尔慢头人，一个封面嘅角色啊，未用过，唔知好唔好用。得一隻真白色嘅啫，但系有一隻就系封面角色啊，即系呢一隻。好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